你可知道，很多人都睡不好或者失眠。劳累一天后，高质量的睡眠能让身心得到休息和恢复。然而，很多人都饱受失眠的困扰。失眠已经成为现代人的常见病。根据资料显示，新加坡是世界第三大睡眠不足的国家。突如其来的工作压力、突发事件、生活的转变等，都会导致短暂或短期性失眠。若不及早调节，就可能会对心理和生理部造成不良的影响。你可能有失眠过，你也可能焦虑过，但是你知道失眠导致焦虑是什么样的滋味吗？失眠呢，可以分为短暂性失眠，即失眠少于一周，短期性失眠，即一周至一个月，以及长期性失眠，即超过一个月。其中最需要我们关注的是长期失眠，因为长期失眠呢，容易使人对睡眠产生恐惧，严重者影响个人生活、工作、学业表现，也会令人产生焦虑、抑郁、血糖异常等健康问题。美国生理学家曾经做过大量的调查，在调查中发现呢，性生活不和谐是一些人失眠的重要原因。为什么会睡不好呢？还有一个较少被谈及的原因，性生活不满足。美国心理学家提出啊，缺少正常的性生活或性生活不和谐是失眠的重要原因。造成失眠的性不满足可分成两种情况，一是长期压抑没有性行为，还有一种是虽然有性行为但长期没有质量。尤其是后一种情况更容易被大家忽视，其危害也更大。专家提醒啊，夫妻有和谐的性生活呢，也能提高睡眠品质。若没有实质性生活，爱抚、亲吻等行为也有助于睡眠。科学家研究发现，人类和哺乳动物的脑部松果腺会在夜间分泌一种激素，叫褪黑素。这个褪黑素啊，具有广泛的生理和药理作用，包括对昼夜节律、性成熟、生殖及衰老等均具有作用。35岁以后，人体内自身分泌的褪黑素水平会明显下降，平均每10年降低 10% 至 15%，逐渐导致睡眠紊乱及一系列功能失调。而褪黑素水平降低导致的睡眠减少也是人体衰老的重要信号，所以适时补充褪黑素可以使体内的褪黑素水平维持在年轻状态，帮助调整人体的生物节律，达到改善睡眠的作用，还可用以调整人们适应时差的问题。褪黑素于1993年开始在市场上以保健品方式出售，用于改善睡眠和作为食品添加剂。目前，褪黑素在欧美国家已相当普遍。市面上的跟王睡得好胶囊是以褪黑素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品，有助于改善睡眠质量，维持人体神经系统强健，解郁安神，静心助眠，调节烦躁不安的情绪，是特为改善睡眠质量而制。跟王睡得好胶囊是从天然植物中提取而得，适时补充褪黑素可以调整人体生物节律，达到改善睡眠的作用，让你入睡的时间缩短，睡眠中觉醒次数减少，延长深睡的阶段。记得了，幸福的人都睡得好，睡得好让你幸福。跟王睡得好软胶囊60颗加20颗免费，售价新币38元，在新加坡各中西药行均有出售，询问电话6562-5526，6562-5526。